烤鳄鱼出窑喽！这个鳄鱼烤的关丹香，我感觉吃起来要嘎嘎的。鳄鱼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师叔，今天又搞了个好东西，460，买了半条人工养殖的鳄鱼。据说鳄鱼皮是最硬的，就是不知道它能不能耐住火烤。我们今天做烤鳄鱼，开整。先把鳄鱼清洗掉，把鳄鱼这喷水处也给洗干净了。里里外外都洗干净，准备一点葱姜，倒上料酒，抓住葱姜吃，加盐、胡椒粉、孜然粉、辣椒面、酱油。给涂抹均匀，两面都涂抹到位，好了，再腌制两小时。我们烧点木炭，腌黄，鳄鱼腌制好了，把料渣取掉，把鳄鱼固定到烤架上，爪子也给固定起来。完美，鳄鱼表面刷层油。两面都给它刷上，烧好的木炭挖到四周，好了，鳄鱼进窑喽。盖上盖子，把它烤着。朋友们，我们的鳄鱼整整烤了两小时，现在出窑，烤鳄鱼出窑喽！哇，哎呀，烤的又好又鲜。酒倒上，这个鳄鱼烤的关丹香，我感觉吃起来要嘎嘎的。把鳄鱼肉分一部。哎呀，我咋感觉看的都鲜得很，不要说吃起来咋样。哦，来吃啊吃啊吃啊，吃起来。我来一块。就个蒜。就个蒜。来，就个蒜更香。就是的，又老又香哎，那个皮啊，韧性挺大哦。我感觉这个鳄鱼皮都是做皮带的，你说今天我们把它给吃掉了。哈哈哈！朋友们，干就喝啊！人家吃烤鱼，我们吃烤鳄鱼。这味道好，你这是打成的手哦。哎呦，太美了！啊，好赞！哎呀，今天还是第一次哦。好吃吧？哎呀，又嫩又鲜。
这个贵。给我算，哎，是就是吃个人的肉会吃啊，肉好的很，香啊，吃哦哟，对，哎呀，漂漂亮。哎呀，没味儿，没味儿。吃饱了，还不吃饱，一口一口。嗯。哎没得好、哦、太好了，嗯，啊，太好吃了，就是的，嗯，这回啊，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任亏就吃点，够死的，都吃都吃。这个鳄鱼皮真好吃，来来来，再煮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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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回放，支持来。